大家好，这里是嘉比集团展位。本次展会，嘉比集团带来了数字 IP 网络可视化广播系统。这套系统的核心功能是跨互联网运行独有的 BS 网络架构，我们可以做到可视化对讲，可以与物联网监控系统无缝对接。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跨网段的对讲，请大家往这边看。喂，哎，听到小双能听到吗？听得到。好的，给大家做一下演示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好的，谢谢。嗯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在成都与广州那边对讲，全程无延时、无卡顿。好的，我们演示完毕，谢谢。